们这边早餐都是面，各种的面。我们三道菜也是以早餐的形式来出现的。我们三道主要是叫腐茶、卤肉、新面三家合起来叫三道车。新面它就是属于这种宽一点的面，它属于薄宽，它不是特别宽。我们这边喜欢就是吃这种扁扁的面，比较劲道的面，因为它和面是光放的是盐和水，它没有去拿别的东西在里边掺。